如果太嚴重，可能要做手術嘅，俾蚊咁。佢冇啊，佢係我一俾蚊咁啊。哦，好啊。食嗰時話咩？我鼻敏感到有鼻鼾，之後就話誒咁啊，你不如入醫院度瞓下，睇下你鼻鼾有幾嚴重啦。咁、我都又唔使嘢。但我聽嚟，你應該都鼻塞得好嚴重嗰啲人。呼吸聲真係勁重啊！係啊。吃下中藥咯，試下。啊，真係得㗎。好啲咯，調理完之後。是吗？